你们还知道武汉的黄鹤楼吗？黄鹤楼，小龙虾，小龙虾，小龙虾怎么说呢？他们好像没有吃过黄鹤楼。你可以给他看图啊。啊，这是。그리고네それもいいじゃん。武汉 famous， 이제샤。No. 羊腰怎么说？咩。すごい。这个是武汉的noodle， 예 noodle， 아凉面，凉面，凉面，예그리고맛있어cold noodle， 예예예冰的。然后这个是蟹脚，蟹的那种。啊！Welcome back to Shanghai. Everyone.